南韩演员孔孝真为宣传主演的韩剧首度访问报道。欢迎，大家好，我是孔孝真。孔孝真出道15年，粉丝昵称孔布利、孔可爱，傻大姐的形象深植人心。孔孝真主演的多部韩剧在台湾收视亮眼，每出戏都能带动男主角的人气高涨，被封为最具旺夫运女星。孔孝真和众多熟男帅哥合作，包括车胜元、苏志燮、赵寅成等人气演员。他直率说车胜元是理想型。他是外星，他说瑞吗？他说是他喜欢 Mr. Chan， 不是他在男中一个容器的，因为他是说车胜元是非常男人中的男人，所以从前面一直男生说，就从外前面一直啊。这次来台宣传的韩剧由孔孝真和赵寅成主演，戏中两人除了有多场对手戏，多达15场的吻戏，更让孔孝真大喊脖子痛。민성씨랑은키스씬이참많았어요 、네、맞아요 、네、 아진짜많아많근데생각보다촬영을하고그한60~70명스태프들앞에서연기할때아무리어떤눈부짖은배드씬이어도감정을느끼지는못하는것같아서오히려더이상하고요민성씨는뭐키가아무래도크니까고개가좀아팠어요 、네首次来台的孔孝真对台湾的好天气印象深刻，感觉很温暖，对宝岛美食更是赞不绝口。孔孝真希望下次能和同剧组演员一起造访宝岛，举办粉丝见面会和大家再见面。中央记者蔡明山、蔡玉婷台北采访报道。